来扫地。哎，他又回去了。我一号机它都不传啊，感觉像真的就是个插眼。感觉真的传的。都没有盖到吗？疯狂吸鸟，吸得美滋滋。这还盖到了。何必呢？这个杰克简直了，又没欠你家钱，我都吸了两只鸟了。就差一秒，就差一秒，我这个 CD 掉好了，我就跳个 E 掉。点了，点了，点了。怎么没人玩那个爱哭鬼呀？
好丑。这黑妹是怎么做到被小丑 A 一刀的？按快了，尴尬手速。急了我，疯狂张狂没刀，用命别倒，应该能跑吧。直接扯，应该装了个听器。不能出去啊，他在拉锯，我再露面我就要被针对了，等他锯断吧。他闪现杀佣兵了，那这把基本是没了。我反正不救了，我贴门。我去救这人没了。不会真要我去救吧？真的假的？
有人开门了。溜了溜了。疯狂的杰克，你下了这板子你就死了呀！不认得我了，吃了个十几刀。那娃娃呢？应该是在外面。敢追！赶紧补我电击！怎么还没有破译加速啊？要补不完了。快加速加速。这就尴尬了，只能点了。就差那么一丢丢，破译加速一直不出来。这次点应该是去世了，撤了吧。
杰克去起点了，还是个大粗歪脖子。看他一脸要传送的样子，到处看电机都看完左边看右边看船。杰克也坐上他的车了，无人，哎呦，无人空了。远一点，接床洞了。只能祈祷他灵性一点。怀表呢？这个佣兵不带怀表，完了过去挨打了。哇，真的是个瓜皮佣兵。这个人也没带怀表，全都不带怀表的。没了，魔术师应该是飞了。不用祭司了，这队友都一点都不配合，用祭司没有用。怎么又来了？
哎，这结石用头说啊。开始传送。那敢不敢传？等一个锅盖。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撤撤撤撤撤！他回去了。不对呀，我勾引一下呀，我干嘛要跟着你跑？地窖在哪来着？桥边。看能不能偷偷摸摸过去。本想自由。哇，要是有一个会配合的就好了，那月亮河用个祭司无敌了。哦，这个杰克直冲冲的冲我来了，不会插眼吧？不能跟他玩这个板子，玩这个板子我肯定是要吃污染的。吃的污染。
两百加速转木屋去吧，转不到，磁铁快好了。哎呦，没回头。千里去 VIP， 外面椅子看不动。没没弹过来，弹过来，弹弹。哎呀，你忽必烈，我得过你，还被震着了。哇，这个技师是真的秀！你看这配合多完美，杰克心太崩了，他居然跑二楼去打个洞，我以为会在某个电机旁边。路过修电机，给杰斯去救吧，他修完一台我家电机就 OK 了。你这个祭司得捞一下，二挂呢？那撤。扛刀，完了！我刚不应该，秀啊！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。惨了，惨错。上撤，让他抖地脚。哎，弹不出去了还。拿头去，怎么是个红点啊？
哇，你是怎么做到佣兵是在红蝶这边吃2刀的？他还要死。修电机还是魔腾？我选择娃娃给他了。这个人吃了3刀，他红蝶手段是怎么做到吃3刀的？他玩了个假佣兵。不知道这佣兵看见没有？估计没看见。应该给他跑木马了，哎呦，忘了。你抓我没有前途的，你抓我。应该是要好了，我现在就要亲眼看一下这个佣兵到底是怎么做到救个人吃2刀的。点啊！刚才你不点，你现在点，你现在点，佣兵一受伤，我开个锤子的门，打不开呀、啊，还有传送。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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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
在看嘛，看什么呢？点啦点啦！下次结石放出来都不用了。接下来他吃两刀，佣兵在红蝶的手上吃两刀，还没抽下来，吓人。留了，传了，他要传送了，回去收。他半天不传送，怕不是带的插眼啊？那也不应该啊！他要是插眼的话，他刚才看见我就应该过来丢个眼再走。难道憋传送啊？怪不得他半天没抓到人，他在抓个黑妹，肯定抓不到呀！我靠，定几个调枪，跟一手魔术师，双修一台。打团了，打团了。刚狗走过去，我要回来。果然穿眼。这你都敢打的，自信。挂到死，上来卡个二挂，稳一点。点啊点啊，人家的黑衣妹你怕啥？哎，你想跟我抢门？不存在的。
姑在废墟，小丑，哦，不在废墟，那应该是在石像那边。准备撤，我估计，那我开刀了。没了没了没了，确实闪现死了，闪现都没用。九刀了，结石娃娃没了，要吃钻头喽！看能不能蛇皮一下啊。还好还好，没吃钻。哎，他怎么掉 VIP 里面？他用货币要闪现了。我连接被长生师补了，魔术师点一台，然后这边是最后一台，救起来也没用啊，压不好，补救了，可以，够无情，这一脸闪现的样子。远离这台电机，看他挂不挂。这玩个锤子，两个人都没修，都被压在这了。这魔术师应该不敢修，什么屠夫打他。防水呢？彩板没有一刀斩，
撞墙了。你看魔术师要好了呢，这边直接去听门，没有一道斩。快点啊点啊，大哥，别压了，这还压个压啥？那现在点的话门就已经开了。你现在点，非要迟一道再点。溜了溜了。